继续来关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特别策划的第二届中国汽车风云盛典。车辆的操控稳定性和安全性是消费者在买车时越来越关心的话题。在进行车辆的安全性能测试的时候，测试工程师能通过哪些方式来判断车辆操控的安全性呢？总台主持人郭若天今天为您带来专家的解答。迷路测试真的会撞迷路吗？迷路测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和迷路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我们具体解答一下。雷老师您好。你好主持人。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迷路测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啊，这样我先卖个关子，您先上车让傅老师带您体验一下。哦，先体会然后咱们再做解答。行，那我就先上车体会一下。好的好的。哎，你好，主持人，咱们下面来体验一下迷路驾驶。好，迷路测试呢，很多人都认为说我真的要撞上一头迷路吗？其实它是跟现在来看，大可不必像这样，对，跟迷路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啊，因为在欧洲呢，它有很多大型动物，尤其是迷路，它的体型会比较大，所以当驾驶员遇到迷路突然从路两边窜出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个紧急闪躲的这么一个动作。哦，就是要这样子摆一下，类似于一个蛇形。哦，所以其实就是测试一下我们在遇到这种紧急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闪躲。对，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迷路测试。对，先来体验一遍。哦，是我们刚才完整的体验了一下迷路测试。好，谢谢傅老师。不客气。嗯，这趟旅程非常的愉快。好。哎呀，做这个测试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当这样的检测员啊，一是心理素质得好，二是驾驶技术得过硬。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迷路测试哈，它究竟是指的是什么样一项内容呢？啊，其实迷路测试呢，指的就是一个验证汽车底盘的综合性能，那包括转向的一个灵敏度啊，包括底盘的一个稳定性啊。嗯，像在高速公路上，你前面发生了追尾事故，那车子很快，那么这时候你需要踩脚制动，那么这时候连续打一个方向，就能把前面的这个追尾车辆就躲避过去了，也就是说，安全驾驶角度来说也是这样操作的。好。刚刚呢我们学习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了解到我们在遇到这种紧急障碍物的时候究竟该如何安全的操作哈。希望大家出门呢千万不要遇到以上的这种紧急状况，出行平安。对的对的。最终测评结果如何，敬请关注第二届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颁奖典礼。